针对台东地区是否可以分享到长照 2.0 的资源，立委刘兆豪他希望中央能够重视台东这个地方，因为台东地区的年长者比例确实是偏高，必须要更加关注在地方。非常关心台东大小事的立法委员刘兆豪，而今天来到台东柏林老人养护中心，探视长照中心长辈们，在立法院上个会期结束后所推行的长照法案。然而这些工作更是要实际查访，也没有落实重要法规，是委员目前最关心急迫的议题。我们台湾逐渐迈入这个老人结构12%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跟社会，那所以长期照护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服务工作。那我们在上个会期立法院的相关的法律已经修改通过之后，向未来的长照业务的推展更是我们行政团队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林田院长在新春一开始就能够来到台东来参访，那个实地了解我们在最基层最第一线的长照业务的这些机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彻底的了解，能够了解到整个不同的地区对长照业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希望让台湾的长照整体的业务能够在这几年当中能够逐渐建立它的基础，而且让每一位国民都能够受到一个好的照顾。希望能够考量到城乡差距跟民主科系的情况，我这小小的建议，我更要感谢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对老人事业关心关怀的，不论是经营的机构或者是长者居住的长者的一个关怀跟关心，要感谢各位。长照中心董事长也强调，台东地区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老人弱势比例较多，希望中央能够用特别的方式来推行长照 2.0， 好让长照业者能够服务不同的民族，缩短城乡差距。此外，行政院长发放小红包给在场每位长辈拜个晚年，县长也一同探视，刚好有长辈今天庆生，让现场有欢乐氛围，画下长照 2.0 圆满的句点。东台新闻叶南州的报道。